0800-965-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佛祖布罗那菩萨摩诃萨具足诸行，诸行具足，即能具足善根福德，何等为行？菩萨亲近善知识，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方便。何等为菩萨善知识，菩萨所将文殊世经及教化方便诸佛。改名菩萨善知识。菩萨成就此第四法，即能具足一切功德。以上整理自《大宝积经》《布罗那会》《菩萨行品》《道文品》《不退品》《古神经品》。福禄、福处、善男子、敬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净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刹那未定中。教佛一一佛所，种种菩萨海会为世。众生供养，接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。诸菩萨摩诃萨，十大功德行愿，乐欲深广犹如大海，永受佛法心无涯足。自意坚固如须弥山，所修正行不可轻重。
守则不空如生。众无尽大悲犹如大地，普照一切众生所依。何方以诸众生作大义利，普照世间犹如灯寂，令生一切智慧光明，普现其身犹如大云，令伊众生无极别法。福德光明犹如满月，令人见者罕得安乐。为得尊胜犹如地色，悉能守护一切众生。令我知凡夫众生温和灵知，令说比诸菩萨难思界，定无边法海功德现愿。假如法语一嘴，作为一个佛弟子，首先要有道德戒律，才会当升华个人的解脱，同时听闻佛法。愤怒是心的烦恼，甚至是人的敌人，消灭伊便是无果。愤恨是这么大的过失。是由五蕴所构成，而五蕴皆空，这是我的真机。如果想我是无意识，便会消除五慢而进入虔诚。Thank you.
爱信仰一切的真理，菩萨讲行六道，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并爱有智慧。布施是完全的舍弃，持戒是全力帮助他人，忍辱是克制愤怒，精进是乐于真理。禅定是不执一处，智慧是真理的本意，慈悲是爱的情感。布施可以得到财富，持戒可以得到快乐，忍辱可以有美德，禅定可以得平等。精进可以得真理，智慧可以得自由，慈悲可以达到上述的一切。这真理可以平衡人心，解说这真理的是大乘的佛教，也就是十位菩萨的境界。第一个境界是菩萨的初喜乐，这个时菩萨去掉了贪嗔痴，而开始进入了如来境界。第二个境界是菩萨的不染境界，心意已清净，而且恒久保持清净。Thank you.
第三境界是光明的境界，因为平等地升起，在禅定之中，爱分无有分别。第四个境界叫做极光境界，因为这是真理的光芒，可使人之苦乐绝对化。第五个境界叫做绝对的克服，到此时爱情福菩萨已经无可能啊，因为菩萨在此的意义叫做高贵的真理。第六个境界叫做极净地，因为此时的菩萨已经接近了佛的本质，用特别的止观法来达到智慧的境地。第七个境界叫做极愿地，已经会当增加在每一个刹那、刹那中，拢保持禅定力量。第八个境界叫做不二的境界，经由空的观念以及心与意的行为，不为外境所移。第九个境界叫做极地的境界，得到了真理的个体，也得到了真实之地。第十个境界叫做法物充满，菩萨到此充满了佛光的心性。这十个境界是十个心性，甲佛有关有距离，因为佛的境界不可低。佛是无限的，伊的内涵就参存地、水、火、风的直接表象。如果敢若是这的直接的表象，那呢，定是无限的，
人便会用有限的概念来念佛。如果过去未来不真，就现在又搁伫何处呢？想要得到菩萨果的人，必须爱相信，只有依赖自身的功德、甲佛力的智慧，用自己的修行来找回自己的本性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南无威德宝藏胜宝伞盖如来，南无威德宝藏胜宝伞盖如来，南无威德宝藏胜宝伞盖如来。念诵一遍，从今乃至成就佛果，得一切诸佛大悲摄受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接下来请收看永恒慈悲行系列。